是小妖怪，逍遥又自在。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放盐。我是小妖怪，逍遥又自在。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放盐。这些画面里面的站是有件好的，见习算是办公，就化妆到底怎么样？我跑就骂。其实万万没想到，就是生来第一次办公，竟然是跟一个女人。哎，不太可能。我跟你觉得用一样的。是吗？你这紫色，我是绿色。用紫色是不是脸发红？其实也没有，我也好，就是少女的嘲讽。你以前是哪个家比较红？虽然是反正我自己都干掉。你的脸，我打。你是我的助理，不是他的助理。他给的钱多。你要张倩倩遮眉吗？遮不住。不敬业，笑的是刮掉，直接刮没了。你这画仿妆，肯定跟散粉就得多用点啊。你想送大博主用散粉，抠抠搜搜的。哎，这哪吒的眉毛就是横平竖直的。看一下大博主画的眉毛，大博主还在整眉毛。我想知道他那龙角怎么办？你还准备龙角？可不打了，我看看。你看这个是假发。假发还龙角？哎，人家准备了这些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？哪吒就一个红马甲，你都不给我准备啊？你能给钱了吗？请问你在忙碌什么？这个眼睛还要继续加深。啊！现在我要去跟喵周一起拍一套写真喽。我是小妖怪，逍遥又自在。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放盐。